来，大家来集合哦！今天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哦。黄色黄色蓝色，两只故事在此，咕嘎咕咕嘎，乖乖乖！一兄一姐朋友，来找我们欢乐，大家一起来哟。我们快去看看伊索吧。再见。点心准备好了，不快来就没喽！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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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哎呦，真受不了！好了，我给你换好了。快快快快！又怎么了？哎呦，真是的！换好了没有？快点吃了啦！你本来就是这块蛋糕，好吧？现在你们总算可以吃了吧？还给我！通通不要吃啊！我自己一个人吃好了，你们喜欢炒就继续炒吧。哎，等等。我想到了，这不行了，不可以。好，我真是一个天才呀，没想到我竟然能写出这么一部精彩的剧作。这么棒的一部戏应该要马上演出才对。哎，你们大家听我说，这部戏的名字就叫做贪心的狗。预备开始。有一天，一只贪心的狗走到桥上，然后他看着桥下的池塘。很好，胖达，你爱扑猎，换你。池塘里有一只狗，嘴里咬着一大块面包。这只贪心的狗看到了之后，也想要那块面包。所以它张开嘴巴叫了两声汪汪。你在干什么？快点放开面包。你不放开面包，我就不给你东西吃了。要换我演吗？你不要过来搅局了。快点，不然我就要换主角了。你还在想什么？快点下定决心。哎，大野狼。什么大野狼？叫我伊索团长。观众已经来了。什么？我们都还没有彩排完呢。大家快点准备上台表演。乖乖照我的话做，我就给你很多很多蛋糕吃。这一次伊索剧团的话剧为您演出的是贪心的狗。在一个温暖的春日，一只贪心的狗走在桥上，嘴里叼了一块面包。
间，他从桥上往下看，看到自己在池塘里的倒影。胖达，往下看，往下看。池塘里有一只狗，也叼着一块面包，而贪心的狗也想要吃那块面包，所以它张开嘴巴开始汪汪叫。胖达，叫啊，叫啊！因为贪心的狗张开嘴巴汪汪叫，它怎么不叫啊？你得叫啊，胖达！那只狗好怪哦。啊，它在吃面包，我得上去才行。因为贪心的狗张开嘴巴汪汪叫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啦？怎么不叫？吐出来，吐出来，快点给我吐出来呀！快点呐！啊，他的面包就掉下来了。虽然他看着池塘，心里觉得很后悔，但是已经来不及了。这只狗因为贪心失去了面包。胖达，你怎么不照我说的演呢？烂死了，快点下台啦！我该怎么办？你还在问？快点帮我把木拉下来！下来下来！头低一点，真是丢脸死了。你把我的节奏毁了，我还得把钱退给那些抗议的观众，这真是太惨了。哎呦哎呦，哎，你应该让我当主角才对啊。你不要火上加油了。晚餐好了，乖乖。从现在开始我们只能吃花生了。你干嘛要那么贪心啊？这件事全都怪你。不可以，你再这么贪心是不是想连晚餐都没得吃啊？大家晚安了。你是不是故意让我听到你肚子在叫啊？哎，好吧，明天的戏大家好好演，我们就能吃一顿好的了。普利的分享时间。贪心的胖达这一次一定学到很多教训了。伊索把蛋糕拿出来的时候，胖达抱怨蛋糕太小了，因为他想换大的，所以惹出一堆麻烦，最后他连一块蛋糕都没有吃到。我们演的故事里，贪心的胖达毁了一切，因为他坚持不肯把嘴里的面包放开，来看戏的观众都给他嘘声要他下台，看来胖达可能要好一阵子都吃花生了。哎呀，如果胖达没有那么贪心，他就能吃到蛋糕，还可以吃到他想吃的各种好吃的东西。我们今天的戏也可以演得很成功，胖达真是想得太不周到了，对不对？小朋友，你能不能答应我，不要像胖达那么贪心，要把好吃的东西跟别人分享？这么做，我相信你一定会更开心，东西也会变得更好吃哦。啊，对了，这次我们演出的故事里用的是面包，而不是伊索寓言里面使用的肉，那是因为胖达比较喜欢吃面包。我想可能是因为这样吧，所以胖达吃再多面包也不会觉得饱呢。